那你们去点，等一下英文不好了吧？然后不一样，很好看。你有想好吃什么？我要吃 cheeseburger。应该跟诺曼斯一样，因为double double太大，我觉得他们的东西不都很大。如果还是double double很多吧？对啊，看你要不要吃，看你要吃哪一个。哦，这跟你一样。可是刚刚没有看到饮料的地方，它有什么饮料？饮料？还是它那个就是一个套餐？有饮料，有可乐啊，然后七喜啊，啤酒啊，冰茶啊，然后柠檬汁，看你要上什么？套餐吧。柠檬。冰茶好，我不知道冰茶是什么，叫 iced tea， 类似红茶。其实那是自己装的啦，想怎么喝就怎么喝。雪碧，如你所愿。Okay, so we have a cheeseburger with fresh onions. 啊，等我一下，我跟你等一下。你要哪一种？我已经跟他说二号了。来，我们先等你付钱。Okay, so we have a cheeseburger with fresh onions. Is she one of the onions? And then one medium sauce with like onions on the burger. 他说什么 ？Guest 95, please. Guest 95. Will you be eating here? Yeah. Are that all? Okay. Okay. 要哪一个？第二个。Cheeseburger. Is she one of the onions on there? Yeah.洋葱可以吧？哦 ，OK OK。那你要 Animal Fries 吗？哪一个？就是它那个加洋葱加酱。Animal Fries。Animal Fries。And 饮料。Ice cream. Ice tea. Yes, 86, please. Yeah. 86 for here. Okay, thank you. 95. 92, please.诺曼超强，他英文还是很好哎、欸，不错啊。加点料的，肉丝。And then a double. Yes, with 87, 88, 89, and then one fries. And then one. 英文太酷，就加饮料吧，看你要喝什么。好。冰茶是哪一个？它很像冰，看你啊，没有冰茶，啤酒。我觉得那个啊，柠檬那个。哎，是这个，这是热的吗？对对对，是吧？你可以加冰块，冰块在这里。妈妈要不要？哇，这茶不好喝啊！好喝吗？很清淡。你要很 heavy 的那种。因为它有盖子，我还直接喝。无糖的，加零糖的，你不加冰块啊？我在这里喝太多冰的东西。哦，那个是沙士哦，台湾都没吸管，对啊，不环保。哎，所以糖要自己加哦，他糖要自己加吗？这是什么？加领餐哦。那我把他们放着。哎，你们在这里等，我要去点领餐。那餐要等一下。刚刚有那个卡，用喊的哦，没有那个，他们没有荧幕。用椅子的，椅子说要送我，还是假的？一直跟别人要东西。
Yeah,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叫啦、啊。这是我们的号码，这是我们的二个四，我是二。没差，等下来就到。你们叫我一样吧？叫一样吗？叫一样。不管你们怎么问，今天都超多外国人，你装满一整，就是不在他这里装满，这个都是无法直接的。退出，他去拍了，没有吧？他在等他。Mona 有来吗？没有。Mona 没有吗？我说他没来，他今天没来。我们这是都蛮厉害的。不能找不到总经理，总经理那边9:00。来来，你再说一次，你早上吃那个意大利面多少钱？900美金900台币。美金多少？哎、欸，我给他100美，他你给他100美，我给他100美，然后我拿走70美。哦，数学算数学时候到了，各位吃，总共三次算数学时候到了，刚好900。左边，你们左边去哪里？这里。有明天要穿吗？啊，要穿辣妹衣吗？哪里啊？哎，要吗？哦，你说晚上哦，去夜店的感觉。对，要对。哦，我有一件辣妹衣，我有一件辣妹衣。明天辣，明天主题是辣吗？当然辣，白痴，我都出来了，不会输。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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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现在搞不清楚台主是谁，太夸张了。诺曼对面的，那你们是很故意。Thank you. My pleasure.
店很快就是这样。是会送的吗？这边牛肉。说他用餐是会送来的吗？还是没有？没有，应该是我们没有。一起要走，那看来拜拜。就大家一起吃啊，三分熟，为什么？什么都要差评是不是？没有带手机充电器。先开那个分享率更好点。香哦，那个羊肉。吃啊。梁伟有。我让这里。嗯。我有点大了。哎，我还是漏带了。哎，我怎么没有跳出来？我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再倒一次。这个很好吃，超好吃。没有啊，机器也挂掉，背包还有电，可是我的……那你现在断线了吗？没有，没断。那为什么这个这个画面是？因为它是很延迟的。哦，有了，看到了。你是过得不好、啊？谢谢，我的票。你是过得不好？为什么你手机烂成这样都不买一个？那是那个挖出来的，因为美国不能用 OPPO， 已经很旧的手在干嘛？我在抚摸它，就是用力一点。这个其实，它其实